我就一会儿要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的作画时间呢，哎，如果谁画好了可以先跟我讲啊，如果谁画快的跟我讲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分钟，没事，一会儿我可以先采访别人，你再继续涂嘛，好不好？谁先画好的可以跟我讲，我就先采访谁。其实我突然找到一种六一节，我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，看着我班上的这个可爱的小朋友们在画画的感觉。哎，虽然时间赶，也不要这样嘛。要不纸巾？可以再给我一点纸。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为数不多的库存。好，有谁画完了先告诉我，有没有谁画完了？小鬼画好了吗？好，其实各位粉丝呢，要参与我们666.qq.com 直播页面的活动，然后会有机会获得惊喜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疯狂的轰炸起来哈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六位都画得差不多，但是他们都很认真，要把握每一个细节，不肯轻易的松笔啊。小鬼好了没有？小鬼差一点，小鬼一定要把这个画得很仔细。倒计时吗？好，倒计时30秒，25秒，20秒。画完了可以签个名哈，在自己的作品上你可以签个名，这代表是你们的作品。好了吗，坤？我可能要一点时间，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子毅，我是有点好奇的，我一会儿要问一下这个是什么。这样是不是算差不多快完工？差不多啊，我感觉你可能会第一个画好。子毅好了吗？子毅好了，那我先来问一下子毅好了。子毅，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的作品，子毅。